哇，这个也好美啊！上一集有讲手厨，好，我们今天讲里厨。那里厨的话，就是有这个海拉，只要里厨到500，是不是？反正我们今天就直接看海拉吧。那海拉的技能呢？恶物觉醒、恐怖之厨等等之类的。反正今天中午就直接海拉了。海拉是这次的累出这样子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，五星金卡道具哎，哇哦！这个很漂亮，所以呢？哇、哦，他的签到这么美丽哦！也不知道他签到已经改成这样子哎。那你看他有竞技场之神啊。好，主线解完就继续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开放了竞技场，改竞技场也可以再讲。他排行榜是写什么？先讲那个手厨出去。哦，有人挑战我了。诶，是有赞就有分吗？而且他这个已经回国蛮多人了。背包，哎呦，打不赢呢，到底会不会赢啊？哦，他一直死掉的话，应该会比较快。我要站你个像跟我一样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里好了。我看一下玩家，高运呢？高城市。哦。啊，黄金钥匙可以变成法杖。谁到底有没有赢啊？